迎回到我们东森每周 ING 哦。其实这个礼拜呢，我可以说呢是相当振奋人心哦，因为最主要的是因为很多民众其实都知道，这个旧金山哦，这个反击哦，这个牙医仇恨犯罪的这个老婆婆，她呢所收到的这个汇款啊、捐助啊、GoFundMe 啊，已经突破了100万哦。而这个老婆婆呢，全家也开会哦，决定说呢要把这个钱哦全部捐出来哦，就是呢希望能够制止这个牙医仇恨犯罪。但说到这里呢，其实很多民众都在担心，就到底牙医仇恨犯罪，我在街头上遇到被攻击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才算是正当防卫？因此，我们今天特别荣幸的，我们就请到了邓宏律师事务所的邓宏律师哦，来我们从这个警方的角度、民众的角度，还有法律上的角度呢，有一个全方位的说明。那么现在呢，首先呢，请邓宏律师跟观众朋友们问个好。各位观众大家好Peter 你好。好，邓宏律师哦，我们在看到了这个仇恨犯罪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个就在想，就是说，当我遇到了这个被攻击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在街头上而且这个街头上有警方在这么多这一年来三千多起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被攻击的时候呢，时间真的是相当短哦，有时候呢两秒。或者是说这个10秒钟之内就砸破车窗，就一连串就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犯罪针对牙医的，就是说他呢虽然是随机的，但是他是一个预谋的，而且是在2秒钟之内就可以发生，我们就可能被揍了一拳哦，这样子一个情况。但是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牙医的第一步应该要怎么做，或者说当你在处理这么多所谓的这个街头犯罪的时候，针对牙医的时候，其实我们民众上街前呢应该要做好哪些准备呢？可不可以为我们说明一下？对，很多时候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月，针对华人亚太裔的仇恨犯罪越来越多。Atlanta 三家按摩院被攻击，然后有很多这个无端的无辜的民众 ，Riverside 的一个华人遛狗，然后被背后割了一刀，然后有很多这类案件都在我们身边发生。一方面是因为现在就是加州的还有各地的。这个犯罪率越来越高，加州从去年开始，州长 Newsom 成立了一个除罪委员会，要改制刑法，将偷盗的将抢劫罪变成偷盗罪，将很多这些有毒品相关系的罪名全部撤销掉，所以这个部分会导致更多的犯罪行为发生。以前我们加州推动通过了47号提案，后来的话通过57号提案，所以现在监狱的原来的人数是16万，现在降为这个8万多，他们还要继续降下来，所以将来会出现很多这些放出来这些人，有可能是吸毒犯，然后他们没有工作，这种情形的话，他们为了吸毒，他们会用抢的方法。当然，亚华裔也是因为这个，在别人看起来，尤其在监狱里面，大家都知道在关在里边的人。你抢一个黑人大概手上的话可以拿到20块钱，你抢一个墨西哥人大概凑起来不到80块钱100块钱，但是如果你抢了一个华人不单只可以手表可以值几千块钱连一个背包这个 purse 的话你都可以几千块钱的，所以为了避免这一类这个成为犯罪的受害人，首先的话我觉得有些朋友出去玩的一定要带上 LV 的这些东西过来，要一定要带上一个价值几百块钱的眼镜，然后的话戴的帽子，这些东西名牌的东西，在这些尤其是在目前这个环境起来，就等于表示向这些抢匪值得表示我是有钱的，所以很最重要一点的话出去的话不要穿金戴银，不要成为犯罪的对象。另外一个话，大部分的受害人这些成为犯罪的对象主要也是不专心走路，不专心关心环境，都是看着手机，看着在聊天，所以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得出他们这些犯罪分子看到的话就是说他打了手机很容易抢，因为你不专心嘛，所以的话一抢的时候很容易得手，所以的话你要走路要做什么事情要专心去做。另外一方面你要观察自己的环境，很多时候深夜晚上你要到 ATM 里边去拿钱，你不要一个人去，你不要选择的话就是有一些草丛会躲人的地方去，所以很多时候以后深夜你开车别人故意在后面撞你，就是让你下来，以后他最重要的抢你的钱，
以后如果你莫名其妙被别人撞到了，首先第一通电话是打电话报警，或者是你要知道自己家附近哪个警察局是很最近的，如果莫名其妙被别人撞到，你再开着车带他到警察局那边去，在警察局有光线、有警察、有录像的情况之下来交换资料也不迟。所以很多时候能够尽量避免的话，不要自己单独出去非常重要。就像刚才 Peter 你讲的，事情发生只有两秒钟的事情，所以两秒钟的事情的话，你跟他来打已经来不及了。你要知道很多抢匪他抢的是要钱，拿钱来买毒品，而不是说你要你的命。所以说但是他发现的话你会对他伤害的话，他会置于你死地。所以很多时候就像五年以前我们处理的帮助一个受害人家庭，这个男女朋友带的女方的妈妈在传统广场里边的话吃喝包包奶茶，哎，没想到在 Valley 路上被别人抢了的包。当然这个包里边的话有护照有这些这个女方的妈妈以后东西里边的都在里边，哎，男方的话赶紧会呈现英雄要追去，没想到追去的时候两个老莫抢匪将他推倒在地上，头部就撞到旁边的铁栏杆，以后变成植物人。在美国里边的话遇到被抢这种情形之下的话一定要知道学会保护自己，身上拿的护照被别人抢走了你可以补护照身上有钱被别人抢走了以后的话钱可以赚回来。大部分的抢匪他身上有刀有枪，以后你要发生争执跟他来抢的时候，他可能动刀动枪将你置于死地。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以后的话你最重要的话美国的警察都跟你培训说如果别人要抢你东西就给他，以后要记住他们嫌疑犯的特征有没有 tattoo 身上是怎么长的有没有胡子这些东西记录下来赶紧报警就可以了，不要进去拼的。那在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得出在 Colorado 州现在昨天的话在德州也发生这种的话在公众场合枪击案发生了这种的话 active shooting 以后有人拿着枪乱扫射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工作场所里边一个以前的员工回来报仇，然后这种情况之下那怎么办呢？其实所有的警察培训里边都用三步，一个第一步的话是要 run 赶紧去逃走，以后能够逃就逃，以后所以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不管到 shopping mall 去，到餐馆去，到什么地方去，你都知道的话在有几个出口有几个逃生门。所以你跟警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你都可以知道，我们的警察朋友一定会知道首先看一下是哪个地方是可以逃生的，所以这个部分很重要，知道逃生门。第二个的话你逃不了了你一定要躲起来，躲起来的情况之下里边的话你要将手机灭音。为什么你躲起来的话你手机一响的话这个枪手的知道你在哪里了，所以的话要将门关起来，以后的话用桌子顶住门不要让它开，将灯关掉，这些能够尽量躲就躲了。真的是跑不了躲不了那你就要 fight 你死我活的拼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也是一样，我们要学会美国式的保护方法。你硬拼的话你没办法拼过，因为美国太多人有枪了，以后你可能跟一个歹徒亡命之徒用枪，那他有枪你没枪，你能够用 pepper spray 对付他吗？以后所以很多时候保住自己的生命非常重要。邓律师，您刚刚讲到的其实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步骤，但是呢对我们民众来讲的话，其实最近这一个月其实民众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是旧金山这个老婆婆，因为她反击的时候呢她手上是拿着一个这个长长的这个木板这个反击，所以很多民众看到这个木板的时候，然后又看到呢这个当初的白人嫌犯被打到躺在担架上手在抖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大家就认为说那我是不是真的就是拿一个所谓的棒状的武器或者是拿着雨伞就这样子的东西出门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东西带着，或者说很多民众就会想要讨论说我是不是说身上真的就是带了一个美工刀，或者说甚至如果没有办法带枪的话是不是就带着刀这样子出门，就随时带着一把刀出门。但这边呢其实又想要问律师，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教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说所有的这个所有辣椒喷雾剂的这个教学都是呢，他所有的教学影片都是我出门的时候其实呢
我这个辣椒喷雾剂就是拿在手上，我不是放在包里面，我也不是放在口袋里面哦，而是我要出门的时候我就随时带在拿在手上这样子哦。所以到底哪边才是正确，哪边是不对的？这个部分的话，就警察的角度来讲，或者是就律师事后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们在处理案件的时候，其实有哪些是真的比较好的建议，可不可以也给民众做一个参考？当然辣椒粉啊，还有这个电击枪啊，因为这种的话都是常常所使用的自卫的。当然的话，这种自卫就是如果你一个人单独出去的时候，是可以帮助，以后可以自卫。但是呢，你要学会怎么使用，在什么时候使用非常重要。很多时候就像有狗养狗一样，你可以的话带着狗出去，但是万一你的狗的话这个伤了别人，那你狗的主人要负责任。对，所以话你既然买了这个防身的工具，一定要学会怎么使用，最后怎么情况之下用很重要。就像现在有很多人在家里面有枪，看了很多西部电影，觉得的话你一进我房间我就可以开枪，不对。所以话为什么的话，你有枪你必须要第一保管好枪，第二个的话学会怎么用枪，第三个的话学会怎么情况之下可以用枪，合法用枪，不是因为别人进了你房间这你的屋子里边去这个你就要防就可以开枪。所以很重要一点的话，就是说你必须要感觉到生命危险以后，所以为什么你开了枪之后警察问来的话，如果警察你为什么开枪，因为我进了房子里边去。但是的话如果是受过警察还有法律训练的人的话，他一定会跟警察问的话你为什么开枪，不是说他闯了房进了房间，而是说他进入我的房间以后，我的小孩子在家里边，我担心他冲到我的小孩子房间会伤害我的小孩子，我以为我看到他手上有些东西，我以为是有枪。尽管你开枪将对方打死了以后他是警察手上说没有枪，是个手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往往说是当时你是不是误以为对方是有枪，你是不是他是以受害人的个角度看是不是认为有生命危险。因为你说我自己有生命危险感觉到他手上有枪，那基本上你是可以合法的开枪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但是他说我看到他闯进我房间来以后，我想偷东西，以后警察问你手上的话有没有东西，没有看到他，我看到他搬东西往外面走，所以的话我就开枪了。这种开枪是用武过度，因为他已经偷了你东西往外跑以后手上捧着一个这个你的贵重的东西，以后你在后面开枪的话，你已经没有这个生命的危险，你就不应该开枪了。所以很重要一点的话，就是说你要判断什么时候用枪。所以说你为什么一开始开了枪之后，你要知道警察问你话的时候啊，很重要一点，警察问到的话，当时你有没有感觉到生命危险。如果你认为说我有生命危险，对，以后所以的话有的时候你说就算警察后来的话发现你打死的人手上的话没有枪，但是我当时误以为他手上有枪，这种情况之下陪审团也会判罚开枪的人是正当的自卫的。邓律师，其实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呢如果是两个朋友一起出去，有时候为了英雄救美，或者是觉得说这个我等警察来我还不如就直接开车去阻止他，有时候就甚至不小心就直接撞到对方，或者是说发生这个车祸。但在事后的部分，或者是说像刚刚邓律师你有讲到，就是说如果我看着抢包的嫌犯就开了那台车，我手上有枪，我可不可以开车？我可不可以开枪去打那台车？就是针对这很多，就是在被抢之后、被攻击之后，我做一个反击的动作。这个反击的动作在在这个法律上是不是会有问题、有争议存在？过去20多年，我们处理无数多这开枪的事件。有一个警卫，以后哈，他站岗的时候，有架车子冲过来。然后他叫停他，没有拦，还是继续开，所以他开了一枪。然后这个车子里边的话没打中，还继续开，他后面补了一枪，然后那一枪将开车的人打中了。以后这个案件以后被指控试图蓄意谋杀罪，就是因为第二枪。所以你的枪车子冲着你来，你开枪是正当自卫，因为你生命受到危险了。但是的话车子已经开过了以后，你在后面补一枪，这个枪是不合法的枪。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所以第一枪跟第二枪很重要一点的话，就是说第一枪你自己感觉到生命危险，第二枪的话已经开过去了，已经不会撞到你了，你为什么还要补一枪呢？所以的话你用开枪来阻止并不是为了保护你的生命。以后所以
另外一个案件发生同样的这个在华旗超市的一个案件，也是我们代表的一个中国人看到了一个华人被抢了，以后这个墨西哥人的话抢拿的包拿的皮包就赶紧去跑，以后他见义勇为开的车子里边的话就赶紧过去将这个抢匪撞到地上的话撞伤了之后，那当然这个抢匪的被这个指控211就是抢劫罪，我们客人。同样的这个华人见义勇为，这个华人的话将这个抢匪撞倒，在我们这个台湾也好大陆也好的话，这种的话这个是见义勇为的事情，应该是得到表扬的，没想到警察将他逮捕，用致命武器攻击，因为开他的致命车武器就是汽车，将这个抢匪的话这个撞倒了。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美国的法规跟我们以前是习惯的不太一样因为在美国看起来的话就是他的辩护律，这个万一这个人不是抢的东西，你看错眼了，你撞到了别人，那怎么办呢？要撞死了别人，那更糟糕了。所以遇到这种情形的话，你最重要的一个的话是打电话报警，用记录下来，然后的话，有的时候不能够自此来执法，自身激法，这是不对的。在美国里边的话，就 don't take the law into your own hand， 不能够自己来执法，你要打电话报警来执法。所以你看到哪一些东西的，最好的东西赶紧打电话记录下来，以后将车牌这东西让警察来做。以后否则的话，你自己撞伤人、撞到人，好像你追了别人，就是很多案子里边就是自己去追那个抢匪，没想到的话开得太快，也要撞到旁边路人的，那基本上的话，那谁来负责这个部分？当然是你自己了。所以说这个很重要一点的话，就是说你要学会怎么样子帮助别人。就像一个车祸发生的话，一般美国人不鼓励，警察不鼓励你的话，一把将人拉过拖出车里边，你担心汽车会爆炸。其实你这样子一拖，有可能的话，他在车这个开车的人已经是骨髓受损了，你这样一拖会导致死亡事件。所以很重要一点，在美国的警察都会说，你遇到这种情形的话不要自己去救助，打电话给911，让专业的人士来救助，这个非常重要。邓律师，其实呢也想要问，就是说我们发觉，就很多时候事后处理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你见义勇为真的是蛮危险的。那反过来是不是在这当中呢，我们应该在这个事前预防上或者是说在这个被不论是说我们不要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之外，其实在事前的预防有哪些呢？其实是应该要做到的，或者是说是全家人呢都可以不论是小孩或者是老人，其实都可以多留意一点就可以把这个做好，或者说真的避免成为攻击目标。这个部分的话，有没有哪些是法律上的建议的话，可不可以也给我们一些？对，很重要一点的话就是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里面的话就是说我们加州除了被这个有犯罪之外，还有会地震、火灾，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发生。对，所以的话每个家庭都要做一个这个有个规划，遇到这种灾难情形，我们整个家人怎么汇合，怎么样保持联络，这个很重要，都要。因为是遇到这种的话犯罪的行为，好像别人闯到家里边，我们怎么保护，这是一个话。第二个里边的话可以利用高科技，现在的话花100块钱可以装一个 ring， 以后可以遥控知道里边到哪里来来了以后什么时候别人进了你家里边，你随时可以来知道。所以话利用高科技的技术里边的话，为什么？因为你装了这个 ring 以后，很多抢匪他偷东西，一看到你有 ring， 他知道可能会被拍下来，他就可能不敢进来了。以后有的时候，因为大部分这种的话都可以，你可以遥控，你可以甚至透过这个 WiFi 的话，在这个里边镜头里边可以命令他，你来这边干什么？我打电话报警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他们会害怕，并且的话，他往往这些，他就算切断以后，你在云端里边保存了这些影片的，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不妨投资一点的话。upgrade 一下你的保安系统。第三个部分里边的话，每个警察局，他们都会向自己的居民提供一些防卫怎么样正当自卫怎么样子来培训的。所以的话，很多警察局像 St. Gabriel 啊 Hamburg 的话，他们都有一个所谓的 Citizens Academy， 就是公民的培训课程。你不妨的话，有时间抽空的话，花上几个星期以后的话，参加警察局免费提供的培训课程，然后你了解一下子，有个好处的话，
培训的这些警察就是每天在你家附近巡逻的警察，你跟他们建立好的关系，并且的话，警察局在培训过程之中，他会说啊，在哪条路那边的话，经常会有犯罪发生，哪条路的死个几次人，所以话你对自己的社区就非常了解了。所以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要真正要购买枪或者购买喷雾器，什么任何自卫的这个武器，一定要进行培训，要训练，要学会什么时候才使用。第五个的话就是说怎么样避免不要成为受害的啊，这个这种受害的受害人啊，这个出去吃饭不要穿金戴银的啊，开车的话不一定要开豪华车子，以后的话这个部分的话啊，晚上的话不要尽量不要避免一个人不要一个人出去啊，想办法找朋友，或者是有一些能够在网上做的事情就网上做，有一些的话不能做的事情的话啊，在白天的时候做，并且的话啊，最重要一点的话就学会这怎么样子遇到犯罪的时候学会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生命，这个最重要。邓律师，您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其实警方现在有培训哦，但是呢，其实有些民众哦，他可能比较热心哦，他们会想说，哎，那我们就这个三五好友啊，这个LINE 上面啊，或者是WeChat上面，我们就自己组自卫队哦，那自己来做这个所谓的防护哦，就像耳湾这边哦，但是其实呢，您自己做自卫队哦，跟这个警察有教学这种社区伦理互助，其实这两边好像有差距，对不对？就是说，如果是有民众他比较热心，他希望组成自卫队哦，甚至在这个WeChat 里面就是说，干脆就大家全部都带枪来哦，就聚在一起防卫哦。这个部分在法律上来讲，可能会有哪些冲突，又或者哪些需要注意，会不会过当的这个部分，可不可以为我们解说一下？我们现在在过去半年疫情期间，我们代表了两个客人，一个是耳湾的自卫队参加自卫队的微信群里边的一个朋友帮忙，他拿着枪，没想到的话警察也赶到那边去自卫队这个朋友也拿了枪也赶到那边去，警察说那你是什么人？他也上穿上防弹衣，然后这个东西你是警察吗？什么东西？然后他像个军人一样。以后他说他不是，没想到里边的话他被逮捕了，因为他非法持有枪，有没有持枪证？你没有持枪证的话 你拿枪来干什么？所以的话另外一个案子也是在 Arcadia 发生的，同样的事情也是要赶到那边去，没想到警察发现的话你居然拿枪来了。以后的话，因为在警察看起来用枪持枪是我们警察的特权以后的话，你要持有枪你必须要有 CCW，所以的话你有枪你可以有枪，但是在加州的话你要有持枪证的话，你必须要向警察局局长批的文拿到持枪证了，你才能够随身带枪，否则的话你的车子你的枪只能放在家里边，放在你办公室的地方，如果你在放在车上面的话你必须要放在保险车厢后面锁起来，子弹跟枪还要分开来。但是的话如果你随身带枪以后上了膛的枪或者是你举起枪来你没有持枪证，这种的话在加州都是触犯刑法的。所以的话我就建议大家的话不要这个我知道大家想帮忙同胞，但是的话往往的话就是法规每个地方不一样，在加州你必须要有持枪证才能够有枪，你去帮忙那你没有枪去邻居过去受了这个受变成被别人攻击，你过去帮忙帮忙翻译帮忙做其他善后的工作可以，但是的话拿着枪来跟别人来保卫的话，不单只保卫不了自的朋友，而连自己都可能会误触法网。最后也想问一下邓律师哦，其实呢，这个我们刚刚很多讲的都是防范哦，但是我们忽略掉一项，就是说，其实呢，整个加州好像在立法上哦，我们就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受到歧视、受到攻击，很多时候是因为怎么这个犯罪率越来越高？那到底这个背景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华人哦，我们现在鼓励大家从政，鼓励大家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呢，来制止哦，来帮助这个华人发声哦。其实，在法律上，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整个加州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是有哪些法案哦？譬如说这个82号法案这个部分呢，我们应该是要怎么样子来反对，或者怎么样子来捍卫我们的权益？这边可不可以为我们解说一下？这个故事的话，要从15年以前想起来，Jerry Brown 这个还有这个黑人这个议长叫 Brown， 后来旧金山的市长，然后的话他跟警察、监狱的工会的这个代表，
在 Sacramento 一个餐馆里边的话吃午餐，然后哈、啊、这个警察工会的人说啊、我们要加薪，我们州政府我们一定会支持你民主党。以后哈、啊、Brown 说那没问题，我答应过给你5%的加薪，每一年这样子加薪。监狱里边的代表，后来的话他们在 napkin 上面的话签署了这个 agreement， 所以变成了一个 napkin agreement。这个 napkin agreement 之后的话，可以看得出的话，警察每一年加薪5%，并且的话，这工会力量很大。很快的，原来加州的关的监狱里边的话只有8万人，因为工会力量非常大，于是并且警察的薪水里边的话，他加薪5%，但是的话，每个警察这个监狱的人的话，他是可以拿到要交10%的会费，所以的话变成了警察监狱的工会变成加州最大的影响政治团体，他支持投资很多的政客上去，所以政客的话，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啊重严重打击犯罪，所以的话。原来8万人的这监狱突然间的话变成了16万人，所以出现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很多犯人关在里边去啊，这没有得到看医生看不到啊，在里边经常被打。后来的话，这10年以前 ACLU 在旧金山告了监狱的管理人员，告了州政府，以后还后来旧金山的最高的这个联邦法官就指定要规定加州的必须加州政府必须在10年之内将犯人的话从16万人降到10万人。在过去的话，所以阿诺做州长的时候想办法来改，他说哦，我们加州现在监狱那么多的人，那我们将这个加州要关一个犯人，我们纳税人每一天呢要付300块钱，一天300块钱住 Hilton 的都不需要那么多，太贵了。为什么话？因为这些工会的人要加班费，以后变成的话就是监狱关的人多，这个最受惠的是什么？是监狱看管人士，所以监狱看管人士的话，现在的话变成就是因为那是 napkin agreement 之后，一个退休的看监狱的看管人员，既然退休之后，我们纳税人的话要付他每一年的话要付20多万，平均10几20万的退休金，所以对他来说，他不想这些没有客源了，以后所以。阿诺他说想办法将这些人 Arizona 关一个人才60块钱，我将这些犯人关 Arizona 去，没想到工会又跟阿诺的话闹翻了，以后这工会非常 powerful， 那这怎么办呢？以后的话因为联邦法官说你必须要从16万人降到10万人，所以的话他们是变相推出了47号提案，以后将一些毒品的案件的话从3年以前的话关1年以上的要送到州的监狱，以后的话经过47号提案的话，3年以上的才能够送到这个州的监狱。那州的监狱的话一下子的话减了13万，但是的话这是这些放出来的原来一年到三年也要关州监狱的这些人，以后他推给了县的监狱里边去。那县的监狱这部分的话，你不给我经费，你和人的话你推给我，那我怎么办呢？最后后来议会又通过了57号提案。57号提案的话，表面上的时候我们要关严重的犯人，以后这些毒品相关系的话，关1年到3年这些人的话，县政府那这些人又放出来的后。一不断的又出现的话，很多在疫情期间的话，本来3年以上的人要送到这个州监狱里面去，州监狱我因为疫情我们没办法处理，我们不收人了，所以现在的话那个县这个监狱里面人满为患的情况之下，不断的放人出来了，不断放人出来，这些大部分放出来的人都是有吸毒的，有犯罪前科，以后我们这些有犯罪前科有精神病的人得不到治疗，以后对他来说流浪变成流浪汉了，以后的话不断的犯罪以后我还到监狱里边还可以吃饭呢，我已经习惯了监狱的生活了，所以这种情形的话他们已经当监狱不当成一个惩罚，觉得是一个家了，所以现在社会的问题里边，所以加州政府现在又有在去年1月份加州州长任命了一个除罪委员会，然后在以前的时候这个旧金山的检察长这个Karen Harris 以后还做了检察做了联邦议员，以后这个当时的旧金山的市长这个Newsom 的话提名了George Goskin 来做检察长。George Goskin 从来没有做过一天的检察官，以后但是的话他相信的话这些犯人的话之所以关了那么多的人就是惩罚太重了，所以的话他将旧金山搞得一塌糊涂，犯罪率非常高。没想到的话民主党有一派叫做 progressive 激进派的，他认为现在关了监狱的人
就是因为他请不，就是因为弱势团体黑人比较多，受了歧视了，受了不公平的对待，他们要求除罪，让这些罪类把它降下来。这样子一方面可以减少监狱的人数，另外一方面的话，希望能够司法上面能够对非洲裔、对拉丁裔更加和善一点。不会罚那么重。邓律师，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就是说您其实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其实这十五年来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一级犯罪或二级犯罪这种是所谓的比较轻罪的这种犯罪，其实是真的是所谓的越来越轻哦。结果越来越轻的情况下，就是变成说其实街头上更多这样子的人，或者是流浪汉呢，都在街头上窜了，或者是说专门针对就华人社区，因为华人社区都比较不会反应。但是接下来都已经十五年了，接下来未来看这五年的话，还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吗？就是说这个情况是一个大趋势，真的没有办法改变吗？那华人是不是只能很被动的承受呢？这个目前未来这几年的情况，到底现在是站在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关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的来做？对，很多时候我自己是一直就是民主党人士，但是呢。民主党现在已经是有极端派、激进派 progressive 这个部分已经是将我们社会搞乱了。是的。以后警察执法反而变成了这个犯罪，要除掉警察的经费，以后减少警察，以后谁来维持治安呢？难道让这些流浪汉来维持治安吗？所以的话，你可以看得出现在目前的两个运动，一个是 BLM 运动，以后除罪化的运动，这两个运动以后我们华人社区要团结起来，要开始的话，所以我现在的话也是参与很多这种的话这个尤其是现在加州洛杉矶的检察长 George Goskin 也是一样，以后他基本上有一些前科累累的人，他不追究前科的这部分，然后有些很多犯罪的他再也不追究了，以后只要有毒品相关系他根本不起诉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这些人里边的话，就是检察官本来是要为我们主持公道的，他并没有，而反而的话替犯罪人呢主持公道了。所以很可笑里边的话，就是说他是检察官办公室，本来跟公辩律师的话是对头的，公辩是要替嫌疑犯罪犯的话脱罪，以后的话没想到他的办公室只要这几个最重要的主管的话是公辩律师事务所里边的话的人来做来的运作。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所以现在为什么洛杉矶现在发动的话要罢免 George Goskin 检察长？以后我们的华人也是反对，也成功的打退了 SB 82号提案。这样提案的话是将抢劫罪变成普通的相应偷盗罪来处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SB 82号提案只是十项提案里边之中一项。以后你现在呢还有这个好几项提案，最重要的话就要将这种仇恨犯罪的加罪罚也要取消掉。这个就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觉得话，我们华人要在乎你自己的社区，在乎你的生活品质，一定要站出来，一定要开始对抗民主党这个执政派的这种不理智的运动。不管是我们要跟自己的民选官员发出声音，要跟自己的国会议员发出声音，要求的话参与罢免了，只能是罢免了州长，罢免了检察长，才能够让他知道你这种的话这个激进派的做法的话不受民众的欢迎。我们要求的话，你们要替我们主持公道，维护社会治安，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参与，我们自己交了那么多的税，让政府的话乱花钱，以后的话自己的钱没有花在刀口上，而是让这些执法的替我们社区服务的警察里边来冤枉他们，绑住他们的手脚，而是对这些犯罪的人的话，或者是流浪汉的人的话，经费都安置在那边去，让他们住旅馆。但是半年之后，旅馆之后的话，能不能解决呢？永远养着这部分的话，那我们的纳税人的话，花的钱用在哪里去呢？以后这个就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要怎么样子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政客知道，我们华人社区一定要关心我们自己身边的社会安全、生活品质，这个是非常重要。
邓律师，其实也在回到我们，因为我们一开始是讲做这个如何自卫防身，其实呢今年呢最近呢还有一个就是很特别案子，就是安大略这个有一对一家人华人被打，那这个施暴的是两位这个黑人非裔，那这个非裔呢其实有一个很好玩，就是说呢其实呢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目击者竟然说呢这两位非裔这攻击华人非裔是 gentlemen 就这样子一个情况，就是说这目击者竟然用 gentlemen 来称呼这两位施暴的对象，那甚至我们也看到这真的被打伤了，那这被打伤的原因其实过程呢也有所谓的就是说他是追上去的，因为被打又追上去了，所以在这个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华人怎么样子来保护自己，就针对这个案子来讲的话，有哪些呢其实呢是比较关键的地方，可不可以为我们分析一下？对，在1982年在底特律就有一位华裔的青年他准备要结婚，所以他到脱衣舞站里边的话去看脱衣舞，没想到的话在脱衣舞里边的话有另外两名失业工人他们因为底特律在70年代80年代日本车进入美国之后他们失业了，他误以为这个叫 Vincent Chen 陈果仁的话是日本人，所以他们就将他打死在路里边。对，以后的话陈果仁这个案子这个凶手是判了3年，以后服刑1年多他就出来了。这个是很典型的种族仇恨犯罪，但是很不幸一点的话，警察他没有这个意识，觉得这是仇恨犯罪。在立法机构现在正在考虑要不要将加罚仇恨犯罪这一项的这个法规取消掉。所以对很多普通民众来说很重要一点，如果你自己遇到这些被警察欺负、被其他人欺负而警察不立案这类里边呢，你一定要发出声音来，因为你不要求不给警察局施压以后这种的话，这样的悲剧不单只会发生再度发生在你身上，也可以发生在你自己身边的华人身上。所以很重要一点，如果你不幸成为仇恨的犯罪的话，你一定要站出来要报案，如果是警察不往这个方向去，你可以联络这个亚裔社区的民权团体。我蛮高兴的话在 Vincent陈果仁案子1982年之后，洛杉矶曾经成立了一个机构叫亚太法律服务中心，后来的话这个中心的话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这变成 Advancing Asian Advancing Justice， 这个是亚裔正义社， Washington DC 有，洛杉矶有，旧金山有，还有Atlanta 都有这个分布。所以的话如果南加州的民众如果是遇到了自己被别人仇恨犯罪就和事受伤了，而警察不办不受理，这种情形的话不妨去找这些法律援助机构Asian Advancing Justice 来寻求他们这些律师的帮忙。很多这些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华人已经不再是以前只在做餐馆只是做洗衣店的，我们有很多在法律界里边，现在我们在纳帕巴亚裔律师工会里边就有50000人，这是50000人的话都是跟我们一样，虽然他们是 ABC 在这边长大的，但是他们都是一样跟我们都会受害。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亚裔有做法官的有做检察官的，以后 Advancing Justice 这个组织也可以联合这些律师的力量来替我们主持公道。所以大家的话遇到这种情形不要沉默，一定要发出声音来。邓律师，其实另外一个我也想要问一下，因为呢也是同样在这礼拜，其实呢 LAPD 他们就有一个release 的一个中文的说明那这边呢也是鼓励民众就是说真的你如果遇到了的话你一定要报案因为这个报案对于警察来说是累积一个资料库就可能你这次报案没有帮到的话可能会帮到接下来的这个案件的处理所以说举报这个看到就要举报这个呼吁的影片中文的影片是出来了但是呢我们也想要问一下就是说我在于遭受到这样子的压力的时候呢其实反过来什么时候呢我应该要向警察施压什么时候呢我应该要找律师或者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看一下法律的话会说这个950块以下的就不会做笔录就不会被起诉那这个我是不是就只能自认倒霉就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以来做向警察举报或者是来向警察施压或者我应该要来找律师这个怎么样来界定您怎么样来看对
仇恨犯罪的话，它分成两大类，一个叫 hate incident， 只是没有完全构成仇恨，但是的话，好像在网上散布仇恨华人的一个言论，然后另外一种的话是仇恨犯罪，在犯罪里边的话，它有仇恨，因为你的种族、宗教、肤色而有歧视这种情形，就像的话，你的家里边被别人喷漆了，喷漆里边的话，这个普通的话，你喷一般的漆，以后的话，这个涂鸦行为。这种的话是属于普通性的犯罪，破坏财物了。但是你 vandalism 喷的话，哦 ，go back to China 啊，滚回中国去，或者是这些的话，那你就构成了这个仇恨犯罪。仇恨犯罪的话，除了你的破坏的这个成分要判16个月之后，如果你有这个仇恨犯罪，可以加倍变成3年的牢刑。哦，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就差很多。所以现在最重要一个的话，在这个礼拜。我们华人社我几个朋友跟国会议员这个Young Kim 谈了，我说我们现在有法律是说要打击仇恨犯罪，但是问题出现了，最大的问题是警察并不当成仇恨犯罪来处理。LAPD 他现在有成立一个专门小组，纽约 PD 在2个月以前成立一个仇恨犯罪工作小组，以后将这个65岁这个 Vilma 被推倒在地上被脚踢的这个录像带公布了，以后他们当成仇恨犯罪的调查，2天破案的，所以说他们有这个组织之后就比较容易了。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这个警察执法的人员不当这类华裔受害的当成仇恨犯罪的调查，所以我们呼吁不断的呼吁大家要说话出来，但是警察都不当一回事的话，那怎么办呢？所以的话，在我们的跟国会议员 John Kim 的谈话里边的话，白宫联络员张克成这个 Paul Chan 他也提到，现在司法部里边有一个部门是专门要求地方警察局培训警察局，要求查怎么查仇恨犯罪的，但是这个只有一个人，全美国只有一个人。很不幸里边的话，她这个女士现在在产假，以后基本上呢，司法部没有人来教警察，要给警察施压，培训警察局各地警察局。你拿我们的联邦经费，你就知道的话，要立案重视仇恨犯罪的调查。我很高兴的 ，LAPD、NYPD、San Francisco PD 已经成立专门的仇恨犯罪小组。我也希望的话，那个司法部我们也希望的话，国会议员能够向司法部的话施压，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增加人手，增加经费，培训更多的警察局来处理仇恨犯罪。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打击仇恨犯罪的延伸。好的，谢谢邓宏邓律师哦。那今天也感谢观众的收看，其实我们邓宏邓律师从这个开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法案，为什么会有这个犯罪行为增加，一直到呢包括你在面对2秒钟的这种仇恨犯罪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甚至到后面其实还有很多的讯息你可以帮助你，包括呢就是找警方或者是说找这个专门有为亚裔仇恨犯罪这个小组，其实呢都有很多的资料，也就是呢要告诉观众朋友，其实呢第一您是不孤单的，第二呢有很多的这个讯息或者是说之前的这个防卫工作，其实呢我们亚裔就可以把它做好，能够来保护您自己的家庭跟您自己个人本身。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东森美洲 ING 这个直播，也谢谢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讯息的话也欢迎你可以跟我们互动，或者是说你可以写信给我们，你就写到这个 news@ettvamerica.com， 我们这边呢都可以做一个回复或者是做一个资料整理。那么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